準備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咧，見到外邊有超曬班啦，訂做咧響入邊心智能業內能鑽色天使噶。在大外檔好精彩，中間咧仲見到生生發啦，再後面一搭咧就事事順意啊！內欄黃衫係和牛啊，再後面嘅馬匹咧尾四真誠真意，後面嗰三隻烽火進區喺出邊，中間騎士王啊，黃黃地色衫啊，內欄都零一號啊！好啦，過呢個八八啦，前面超曬班帶，好精彩。第二、第三位咧就係呢只訂造啊，跟住嘅第四有心智能業啊，第五位仲係鑽色天使噶，再後面嘅馬啦，出邊數入去啦，咁啊第六位咧有生生發，中間事事順意，內欄黃衫黃帽就和牛啊！尾四咧就系呢个真诚真意啊，尾三要卒咯，只骑士王啊，咁啊拍住内栏咧就系呢只刀零一号红衫嘅位置啊，包咗落尾就系烽火禁区嚟噶。好，你入直路嘅时候啦，咁啊啲热门马喺晒后边啊，冷嘢喺晒前噶啦，超晒班带住入嚟先啊，咁啊见到中间订造都开始上嚟噶啦，细咗出去有只好精彩噶，中间位置稍稍追下啦，有心智能业噶，再喺外档上紧嚟有事事顺意啦，同埋生生发噶，兜到嚟追有百零米，好精彩咧，突围出啊，埋边订造亦都骑紧上嚟，再内栏仲有超晒班外边事事顺意啊。接近终点啦，第一名咧就好接近啦，有订造同埋呢只好精彩要影相啊！睇嚟咧就最后嗰步，其实最后嗰三十零米度啦，都系嗰只订造已经将呢只十一号嘅好精彩追过咗，第三名就近啦，几只马要影啊！十号呢个订造啊，睇嚟可以喺度压住只好精彩啦，冇错啦，十十一啊，呢度叫到八四倍嘅。咁啊，睇下开面嘅真诚真意啊，定系事事顺意啊，定系超细班第三啦？好似仲系大外档嗰只劲啲添喎。系啊，真诚真意好似仲劲啲。两课试习带住个眼包都唔错啊！今日有个变数嚟到呢度，爆个第三翻嚟啊！呢场啊难搞到三只都好似有啲分头啊，马。系啊，定做十一倍喺呢度赢出呢场赛事啦。临尾啲飞啊，和着乱飞啊！其实热门影都冇啊，嗰啲冷门落到啡格，你见到好精彩真系啦 ，win pay 都落到啡格啊！两场都系阿韩哥搭阿权哥嘅 Q 啊！睇场内影片啦，定做都系骑出嚟先啊！见到。潘顿一路比住啊！佢唔敢俾佢喺马群里面，佢一定要等佢有啲空间啲马。咁海边就超晒班啦。咁起码呢一度都系自己喺前面啦，一只望空先啦。咁啊，超晒班埋嚟啦。海边好精彩咧，一路转个弯又意外啦，仲要继续骑。咁啊，终于都埋到二碟啊，都叫形势好咗啲啦，已经。咁后边啊，心智能业咯，跟住佢啦，已经。生生发喺海边。中间啊，自自顺意争嗰几磅啊，争啲啊，冇得减磅。埋边钻石天使，再后啲黄牛，真诚真意就喺开边嘅骑士王啊，尾三爆住刀零一号，爆尾就嗰只烽火禁区嚟嘅。入到嚟啦，飞咗出去啲啊，就好精彩啊，又唔好规矩啊，闪完出去又闪翻入嚟，中间定做全程都有空间俾佢嗰只马，冇马逼佢，冇马咩，同埋个头而家冇乜点摆啊。佢都騎得好好盡㗎，發揮得好好先贏呢場。好盡㗎，係啊！